永定法师。永定法师，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亲传弟子，恭行足住正量超凡，一派古德遗风。永定法师实修实证，其善行甚机不胜枚举，功夫更是了得，可以上通天庭，下达地府，被人们广为传颂。如早年法师尚未出家时，其家乡遭逢百年不遇大旱，佛教法师和道教烈士折腾数月无能为力，言无滴水。永定法师签名再请，烈日炎炎之下，五分钟左右即下滂沱大雨。1994年，大邑县政府在修建义云高大使馆时，法师曾提前3个月和上帝协商天气，工地将其每日之预报均写在食堂与众关键。果然，3个月内的阴晴雨雪分秒不差，法师更曾在1公里之外随手一举将2人合抱的大树树干劈开。